近日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冰桥计划在执行年度的常规探测时，在南极洲附近的海域拍摄到了一座矩形的奇特冰川，引发了热议。边缘整齐，棱角分明，表面也十分平坦。这座漂浮在南极洲拉森西冰架附近的冰川呈现出规则的矩形，简直就像是利用工具切割出来的。究竟是外星人的杰作，还是神秘激光武器发动攻击的后果？奇特冰川的出现立即引发了人们的各种猜测。美国马里兰州大学的冰川科学家凯利·布伦特介绍说，这种板状冰川其实相当普遍，它们大多位于冰架的边缘地区，就好像人的指甲太长就会断裂一样，边缘冰川也很容易在洋流的作用下断裂，而断口通常比较整齐。科学家表示，从照片上看，这座冰川在水面上的宽度就超过了 1.6 公里，水下体积更是难以估量。根据它尖锐的棱角和光滑的断口判断，应该是刚刚从冰架上断裂下来不久。除了这座矩形冰川外， NASA 还在附近拍到了另一块近似于直角三角形的板状冰川。发现这两座奇特冰川的冰桥计划由 NASA 策划，旨在对地球两极的所有冰原、冰架和浮冰进行飞行调查，监测它们的变化，并绘制三维视图，其中也包括观察全球气候变化对极地冰川的影响，并预测可能导致的海平面上升。东方卫视编辑报道。